大家好，我是 James，从事旅游行业的。那在还没有上老师的MC 之前呢，那我们对写稿呢是没有什么灵感的，那写出来的稿呢也是没有灵魂的，所以放在面子书上呢也没有观众来订阅我们的面子书。那之后我们上了轩老师的 MC 之后呢，老师在课堂上传授了我们一套写稿的方程式，确实这个方程式是蛮好用的。我们只需要 copy and paste，照着来写，fill in the blank 就可以了。其实写稿这方面呢，我们真的提升了很多。谢谢孙老师。